对不对？你只要把它可以再慢一点，也不要再慢一点，不用急，也不用那么慢啊。他就好像挖鼻孔。六连败会不会一语成谶？就这一败也算一败。三，不，哎、欸，他不讲话，哎、欸，他发抖，他发抖，哎，他发抖，不讲话，我们心锤小七都发抖，哎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撇，哇，赢了，哇塞，哦，哇，赢了，撇掉，撇掉，麻袋，他舌头厉害，他舌头，他怎么样？他好像这一片涂的特别浓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黑妈妈的是谁呀、啊？你的头发帮他拉一下，他头发，刘海，刘海，哎，帮他拉一下。眼睛出来了，啊，都好黑哦！要不要舔第三片？你舔第三片好了，性别好出来了。我知道，不能讲啊。不能讲啊。再舔清楚一点，那个不会不会，他们不会讲的。这我看眼睛我就知道是谁，千万哦、喔！哎，你看我们的比赛，防君子不防小人，我们绝对不担心这边会上来 murmur， 然后故意给答案，因为我们都是君子之身。你眼睛吧，那个嘴巴也在，哎，两个刚好到第三个，看一下，卡了，听到一起看一下，不是你。哎，鼻子放头上干什么？白痴哦！这个鼻子上面在害我吓了一跳啊！可以吃了，吃吃，别闹了，来吃。什么感觉？他把嘴巴再斗上去，完蛋了！就另外一个人才说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！哎，你这么嘴倒歪歪的啦！我等一下一定要跟你讲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！一开始说的是谁？不能讲，对黑对不公平啦！对黑对不公平，这个不红啊！对啊，绝对不能讲粉红，粉红。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这关键，这关键，这关键的。我跟你讲，不行，不行，妹妹，你再舔干净一点，然后仔细看一下，你再舔干净。哎，这个蛮好看，好，整墙到这里没了。你看，你认识？快猜几个？不认识，你认识他搞不好。哎，你不认识干嘛？讲了，讲了，对，张立东，答对，答对，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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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不出来我们三个角色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？昆达一开始说谁吗？说谁？我说，对呀，赵又廷。你刚说赵又廷，他一开始说赵又廷，哎，那个眼睛，你仔细看，那眼睛其实是有点像。猜赵又廷，你要让张立东爽死吗？那个嘴巴歪掉了。开错边了吧？一边一直碰我，你怎么人那么好啊？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啊。对呀，好啊。等等，不要紧张，那一颗，那一颗不顺就换一颗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不要动哦，不要乱动哦，鼻子真的不要难。慢慢讲。鼻子比较难。没关系，刚刚这个时候陈毅还在猜是谁。的确是，你慢慢来。慢慢来。你慢慢来。对对对，你只要把它可以再慢一点，也不要再慢一点，不用急，也不用那么慢啊。他就好像挖鼻孔。不要影响，不要影响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，现在正嘴巴。一点点就好，夹紧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注意哦，还有七位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好力好力，三秒哦，一二三。